打开天气图一看啊，哇，非常的热闹啊，尤其太平洋跟大西洋之间整个一串串起来，就像宇宙一样，太阳围着九大行星、八大行星一样啊，在啊完成连成一片啊，尤其是在这个，不要笑了。我在后面也在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别吵别吵。打开天气图，我们一看啊，哇，非常热闹。太平洋地区有五六个台风系统，还有在这个大西洋里面也有两个低压存在哦，叫做98L 跟 99L 啊，这两个啊是在这个佛得角群岛的西洋方向啊，一个是300公里，一个是1600公里啊。其中这个98L 啊比较靠近这个佛得角群岛，但是它的形式没有中间这个99L 来得好。我们从预测图上面看见啊，它走的方向都是偏向西北方向，但是由于啊这个99L 它离这个海洋比较宽阔后，这里吸收能量比较多了。虽然这带有一些不知名也没有组织的这个雷雨系统啊，但是没有影响到它。在两天之内啊，这里形成这个飓风的几率是40%的，七天之内啊60%的。所以啊，这几个系统啊，而依照目前的形势看起来哦，它有可能慢慢成长起来，但要发展成飓风状态还要一段时间的。不过，我们从预测图上面可以看见，它一直往西北走，但是下面这个 99L 就比较有积极往西北方向一直过来的时候，慢慢发展出一个台风系统，也是飓风系统了哈。我们叫做五号这个艾米里，所以有可能五号艾米里就在产生，因为大西洋的那个飓风比较少哈，不像那个东太平洋这边这么多了。所以啊，我们持续来锁定这个 99L 也没有办法形成五号飓风艾米丽呢，请您收看主持人星开机的气象看主持人星了，拜拜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台湾竹千星。